来关心天气，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4。中央气象署表示，最快今天将形成第20号台风潭美，关键要看周四台风北转的程度。如果路径往北修，届时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但未来路径仍有较大的变数。另外，下一波东北季风将在周二下午增强，预估影响到周四及周五，水汽增多，台湾北部高温只有24到25度，大台北、宜兰、花莲地区将出现局部大雨。